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Catherine 画画佬频道。那我们下呢，在我的模拟市民手机版，我帮我们的人物呢稍微的画了一下衣服，然后买了一个新发型。这新发型超贵的，这新发型750啊，超贵的，快要跟真人剪发一样贵了。好，看一下哦，这个也是我用多少钱呢？几百金币买的一个裙子，我觉得还蛮好看的。什么东西？帝王收藏，这你要钞票吧？怎么了？突然跳出什么令人惊讶的选择？糟糕，我忘了带午餐了。然后我有四个选择可以选，我忘了把午餐带到工作场合，我要做什么呢？第一个，花50钞票帮大家叫披萨；第二个呢，花2个杯子蛋糕买午餐；然后呢，叫大家吃厨余。或者是偷三明治，这什么选择啊？其实那种随机跳出的机会命运吧。不过这个也太那个了吧，太坑人了吧。如果说我们不花钞票，或者是用杯子蛋糕的话，我们只能有负面的影响啊。谁要花50钞票买披萨？我才不要。奇怪，买午餐不能用金币买吗？一定要杯子蛋糕买吗？算了。我们就大家一起吃厨余吧，这没事了吧？对啊，我才不要花钞票，我只杯子蛋糕买了。好吧，就大家一起吃剩菜厨余吧。是的，其实昨天食物还蛮好吃的，是不是？好同事，然后被讨厌了，可恶！这到底是什么机会命运？好吧，算了，这样被讨厌了，我们干脆直接换工作，因为原本我们人物他不是咖啡师吗？那咖啡师的一个职业生涯呢，我已经玩到最高层了，最高级别，所以已经没办法再升迁。那我们干脆换到医院的一个职业生涯吧。我解锁了地图上的一个医院的场所，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可以当医生了，当医疗人员，感觉蛮好玩的。虽然说医院感觉很小，好吧，那我们来加入吧，我们来加入职业生涯了，新的医生。好，是的，我们从咖啡师换成医生。还要给那什么找工作的中介25元，真的是。好了，我们切换喽。我们从那个咖啡师换到医生，其实他这个还蛮好的。他说，如果你中途切换的话，他会帮你保留那个工作的一个进度，所以你原本到第几级，他就保留第几级。哇，怎么了？他说像什么落马流感啊，很严重的病吗？天哪！那基本上啊，每个职业和玩法都是一样的。就是你开始一个轮班之后呢，你就点这个星星完成一些项目，那你不点没关系，不点呢它也会自己完成，只是你手动点的话会比较快一些。好吧，我们跟新的同事培养感情咯，希望我们不要再忘记带午餐了，要不然等一下呢要大家一起吃厨余被讨厌。等一下，这个是谁？这个不是我们的那个13多年的学长吗？以前的同学，很多年没联系，以前暗恋的那一位，对不对？大家还记得吗？上次那个失散多年的学长学弟，还是你是学姐？好，不知道，反正呢，他是我们失散多年的某位曾经的同学。然后呢，我们暗恋他。是的，就是上次的故事。我们跟他是旧相识、旧朋友。等一下，为什么在这里？他该得落马流感吧？啊，真的！我们选择检查病患，结果他快就给我们检查呀！天哪，学长，你要死了吗？怎么办？他都死了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跟告白了？因为等一下死掉没有机会了。对啊，他出现在这里，感觉非常的刚刚好嘛。难道这个就是命运的安排吗？那我们接下来呢，换下位病患，我们来一个冒险行动，拿一个口文枪戳到他嘴巴里，有没有成功呢？有成功，太好了，恭喜你，你的落马流感治愈了。好，我们的轮班完成咯。其实你感觉他随着你的职业升迁，你拿到钱会越来越多啊。那我们下班咯，回到家里呢，我看一下我们的失散的学长，这里就像是居然在医院遇到，感觉就是命运的安排啊！而且人家呢得落马流感快死了，所以说呢，感觉我们该要趁机告白一下了，趁下好机会，免得真要死掉也没有机会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们邀请他来我们家里吧，跟他来一个社交，尝试看看，试图跟他讲个话，看
看看怎么样发展咯，好把他叫过来吧。一秒到家，他也是那种在旁边偷窥很久了，就等打电话，一打电话马上冲刺过来。好，来了，我们开始一个短暂的相处吧。那我们邀请他到家里坐坐哦。虽然说家里的客厅墙上有我们跟另外一位不知名男生的合照全家福，学长看到会作何感想？好，没有，你看错了，一切都是幻觉啊，我跟那个室友是室友而已，真的宅宅室友啊。对了，就是之前呢，你们有些人问我说可不可以跟你的好友交朋友谈恋爱或者是结婚，那理论上呢应该是可以的。如果说你的好友正在举办派对的话呢，那他的派对呢会优先出现在你的派对清单里，当你去参加他的派对呢，你就可以看到你的朋友的小人嘛，那就可以点选那个小人呢，然后选择加入联络人，加完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在其他地方呢选择邀请小人过来进行一些社交，然后可以选择要走一个朋友的路线或者是浪漫路线，然后这样子去发展。所以说理论上呢应该是可以的，只是我想啊，这个方面的一个关系可能是比较单向的吧，就是你单向的跟你的好友的一个小人可能结婚呢，可是我不知道说他那边会不会有什么变化。那这个部分呢，我之后可能再进行一些测试，真的还蛮希望会多一些多人的互动选项啊，又觉得说啊，这个毕竟是连线的游戏嘛，还是多一些多人互动感觉会比较有趣一些。好，那我们跟学长的一个活动顺利完成了，太好了。那希望大家喜欢这影片，如果喜欢记得帮他一个赞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怎么吐了？学长，你把那个落马流感传染了吗？天哪，我们是不是要死了？